银白十字军的时代来临。我们的最后一战，这一切将会流传千古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他们都将知道我们是怀着荣誉，为了自由与同胞的安危。谁在那里？记住，英雄们，在这污秽的殿堂之中，恐惧就是你最大的敌人。武装你的心灵与灵魂，他们将会比千颗太阳更加闪烁，敌人会因你而战斗，他们终将倒下，而正义之光普照万物。冰冠重赛的远征现在正式展开。你现在站在天谴军团的圣地，圣光之子是没办法保护你，也是终点。没有东西能保护你，没有人能进入我主的圣所。阿萨斯，我发誓要看到你的死亡，还有天谴军团的故事。让我们来了结圣光之愿的未完之战，席卷整个世界。你可以成为我最强大的勇士。只看见，一支黑暗大军将横扫整个世界，然后带来新的争斗纪元。但这样的殊荣已经不再属于你了。很快，我将会拥有一位新的勇士。你找到了这里，因为你是这个盲目的诅咒世界中少数具有天赋的人。你能看穿覆盖于迷雾之下的世界，并了解真正力量的所在。我一个太牛了，怎么回事？绝不，我绝对不会杀你！不是你，这里我得亲自动手整治你！你们全都将活着。在主人计划的每个部分中，你的死亡都是不可避免的。那位圣骑士还活着？这不可能吧，大领主？他有可能幸存吗？圣光的力量无远佛界萨鲁法尔，他的灵魂受到严重伤害，但他现在还活着。那我们一定要救他。如果我们能拯救博埃尔佛塔根，我们或许能消灭联盟与部落间的不安。我们的任务现在非常明确，巫妖王将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，而且我们要拯救大领主博阿尔佛塔根。科克隆，准备奥格林之锤进行他最后一趟航行。勇敢的战士们，我们的炮艇会在城塞上层找地方停靠，在那里喊我们碰头。登上奥格林之锤，动作快点！在你准备好离开前，我们得确保这个地区的安全。奥格林之锤部队，为了部落，坚守岗位。哎，你好吗？我是萨鲁法尔。部落的子女们，今天我们要和最可恨的敌人作战，为了部落。科尔克隆，出发！那是什么？有东西从远方靠近。攻击！搞死那些皇八！你们现在听命于萨鲁法尔。你好大的狗胆，竟敢登上我的船！你死
期到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们有何贵干。科克隆，歼灭他们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洛塔尔，在战场上，克隆前进，勇士们要当心，天谴军团已经加入我，父亲，加入我，我们将能以天谴军团之名粉碎这个世界，为了巫妖王的荣耀。愤怒之门，我来此只是为了带回他的尸体。顽固的老家伙，你有丝毫机会吗？我比你任何时期都还要更强壮，更加的有力。我们将他命名为德拉诺斯，兽人语的意思是德拉诺之星。我不会让术士带走他。我的儿子在卡纳达尔长老们的藏匿之下将会很安全。我在他母亲死前许下承诺，我会独自穿过黑暗之门，不管我是生是死，我的儿子都会平安无事，不受污染。今天我完成了这项承诺。可悲的老兽人，来吧，英雄们，面对天谴军团的力量吧！巫妖王之力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商品，祝我们的朋友好运。你会在纳格兰有一场适宜的葬礼，就在你母亲和祖先的火堆旁边。年轻的英雄们，不管战斗有多艰辛，永远不要抛弃荣誉。好棒！我效忠部落，能今日在战场上死去，恭喜你！以圣光之名，传送器可以运作了。
感觉到巫妖王的视线注视着我们。需要再靠近一点，玩耍时间。大伙听着，糟糕的坏消息，胡莲死了，但有个超级好消息，他留下一大堆软泥供我使用。什么？霍静没发现自己是个石人？我要先找个目标。太吓人了！研发出一种瘟疫，足以毁灭艾泽拉斯上所有的生命。我离得太远了。两个软泥，一个房间，超多令人开心的可能性。现在没有目标。坏消息，我想我大概撑不下去了。
蠢的凡人，你以为我们会如此轻易被击败？萨兰一族是巫妖王的永恒士兵，现在你将面对他们联合的力量。复活吧，兄弟们，摧毁我们的敌人。纳克萨尔不过是一点小挫折，有了宝珠的力量，瓦拉纳尔终将复仇。血流遍地，女王陛下，他们来了。我们如此契合，银白十字军的兄弟们，维库人会以生命保护冰霜之后。死在这里都比替那个疯子亨克斯坦收集材料好。没时间闲聊说笑，可悲的生命到了，死吧！他们必往大厅推进。你或许曾和我并肩作战，克洛克，但你现在不过是个叛徒，来吧，你的第二次死亡就在眼前。他的援军很快就会到了，我们一定要尽快解决他。愚蠢的克罗科，你带着我的援军来了，苏醒吧，银白勇士们，以死亡之躯服侍巫妖王吧。也不能逃脱巫妖王的意志，准备迎接爆炸。我去吸引他的攻击，把我们的兄弟送回他们的墓地里，然后帮我解决他。来吧，天谴克星，我会让主人瞧瞧，我们才配得上勇士的头衔。或许你是对的，克洛克。我会留下，并且向提里奥报告我们的进展。你们一定要加把劲，解决新的那封山。为了部落，勇士们，我们同志的损失是无可避免的，他们的生与死全都是为了银白十字军。你在对抗天谴军团的战争中付出够多了，愿圣光拥抱你。这块混血之地真的能获得救赎吗？感谢你。
我离得太远了。你一定不能靠近冰霜之后，快阻止他们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要先找你们真是够蠢了，才会来到此地。北烈境的冰冷寒风将吞噬你们的灵魂。出无限的力量吧。所谓的正义终于来了吗？我是否该把双钗绳放下，祈求你的宽恕呢，蝴蝶？我们会赏你一个痛快，阿萨斯。怎么说都比数以万计被你折磨到死的人来得好。你将会最先体验到，当我完成的时候。
你会祈求我给你一个痛快，而我会拒绝。你的痛苦哀嚎将会是我无穷力量的见证。就这样吧，勇士们，进攻！我会让你活着见证到最后，蝴蝶。我不会希望圣光最伟大的勇士错过观赏这个可悲的世界。如何以我的经历从内心深处开始冻结起来，直到你只剩下一个冰冷的我会将你从内心深处开始冻结起来，直到你只剩下一个冰冷的躯壳。没有问题尚未解答，没有任何怀疑，你们就是艾泽拉斯最伟大的勇士。你们克服了每一个我所设下的考验，我最强大的仆人们都在你们不屈不挠的猛攻中倒下，在你们奔放的怒火之中。你们的原动力真的是正义感吗？我很怀疑。被你训练得不错，蝴蝶。你把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战力送到我的手中。正如我所愿，你将因为这无心献祭而获得奖赏。现在就看着我把他们从王者中召回，成为天谴军团的战将。他们将会用混乱和毁灭覆盖这个世界，艾泽拉斯将会在他们手中灭亡，而你会是第一个死者。我喜欢这种讽刺感。啊！圣光请赐予我最后的祝福，给我足够的力量，粉碎这些束缚。不会再有生命被你的仇恨所吞噬。终于自由了，结束了，我的儿子。清算时刻到了，起身吧，圣光的勇士们。父亲，都结束了吗？都结束了。没有国王能永久统治乌尔，我只看见一片黑暗。军团只会对这个世界造成更大的威胁，必须维持控制。巫妖王的存在
是不可或缺的。如此沉重的负担只能由我来肩负，因为没有其他人。停药，你的手中掌握的是一个严酷的命运，兄弟，但这不属于你一个人的。国王儿，圣光在上，龙躯的火焰决定了我的命运，生者的世界已经再也无法慰藉我。把王冠放在我头上，提里奥，我将永远的成为受诅咒者的狱卒。不，老友，我不能做就是了。提里奥，你和这些勇敢的英雄们都有自己的天命要达成，这最后的使命由我来效劳。没有人会忘记你的牺牲，兄弟。我必须被遗忘，提里奥。如果想要让这个世界免于暴政的恐惧，他们绝对不能知道今天这里所发生的一切。已经死了，而国王尔夫塔根也跟他一起死了。现在走吧，离开这个地方，然后永远不要回来。我们压迫众生，我们必将复仇。